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2020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30。好，明天呢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师傅好。喂，你好。嗯，菩萨感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嗯。弟子先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现在有许多佛友做酵素汁，就是把有些蔬菜水果加水放在容器里发酵后，变成像饮料一样酸酸甜甜的。同修吃过觉得像葡萄酒，有些酒精味。请问师傅，这些酵素我们学佛吃素了可以吃吗？首先呢，首先要看看它的成分，如果已经有酒精味的就不能吃了。嗯，你只要吃得出酒的味道你就不能吃了呀。你比方说、嗯、你比方说你酒娘对不对啊？嗯，甜酒娘，你如果已经完全是酒的味道你就不能吃了。比方说你在那个园子里面放一点点，吃不出酒的味道，那么你放一点点人家说还过得去。你如果单单吃酒娘，里面都是酒，我就问你一句话，酒娘吃了人家人会不会醉的？小时候小孩子很多人吃酒娘吃到后来醉醺醺的啦。嗯，听得懂吗？酒嘛就是米做出来的呀。嗯，好了，发酵它改变物质的整个改变它的质的呀，本质改变了、嗯、好吗？嗯，好的，感恩师父。你不能说我吃杯米酒，米酒都是酒啊，当然是米做的了。你说你吃杯酒，你这不是米做的吗？你喝呀，不一样了呀。明白了吗？嗯，明白。嗯，明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观音堂开光仪式和家里请菩萨是不是一样流程？是不是首先点油灯和打开莲花灯，再揭开佛像的红布？还是先把佛像的红布揭开，再点油灯和打开莲花灯？当然先点油灯了。嗯，就是先点油灯，打开莲花灯，然后再揭那个佛像的红布。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好，明白。我问你，我举一个例子跟你讲，你如果欢迎、嗯、欢迎人家来，你是不是先应该把彩灯打开啊？人家欢迎的嘉宾进来，道理一样不啦、嗯？你说等嘉宾来了，我再把灯打开啊？嗯，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里看到秦桧穿着古代的那种官袍，远远的从一座破旧的宫殿里走出来。同修当时感觉自己好像是个女的。站在皇宫城楼上，看到秦桧从下面的城门走过，秦桧也没发现同修，同修好像就是个旁观者，心里还在想，哎呀，秦桧出来了，又要开始害人了，陷害忠良了。同修梦里还知道那个旧宫殿就是当年的宫殿遗址，现在是用来拍戏的，请师父解梦。这个嘛，他肯定当年在秦桧的那个朝代里边，他有过一官半职的呀。哦，明白。嗯、好，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有一位老同修许愿一世修成，担心五年内业障爆发，就同时许了5年完成10000张小房子。请问师父，这样是不是如理如法？5年选了10000张小房子。嗯，对。5年选10000张小房子，他念得出来不啦？一天念一张的话，365天念365张，嗯，对不对啊？一天至少要念多少张？你算上不就好了？嗯，明白。他在梦中自己啊，梦中啊？不是，是现实中。那他在撒谎吹牛了。
一万张你除一除、你要念几年啊？你告诉我。你一天你算什么？你一天如果念七张的话，对不对啊？你一万遍，一天念七张，你要念多少天啊？对不对啊？好了。好，明白。念204个星期，204个星期在身上死。主上死的，今天51个，一天要念七章。我要念一天念七章都不行，要51个月，要念两年多呢，三年呢有。他说五年啊。对，五年。他说五年，五年念多少张？一万张，那差不多，可以，应该可以。好。感恩师父。那是不是一般在业障还没有爆发，各方面还比较顺的时候，我们小房子的数量多许一些，消业障的效果更好呢？那你也就是有压力呀、因为你如果这里念不出来，那里多许，就是在座人不愁啊，这里欠那里欠，这里那就永远还不清了呀，对呀、对。那他还有一个老年同修，他许了一个大愿，大悲咒1万遍，心经1万遍，礼佛大忏悔文1万遍等，都是每天都会念。许了这个大愿以后，觉得身体各方面都好了，睡眠也好了。想请问师父，礼佛大忏悔文一般师父都是说念多了会激活，那可以像他这样子1万遍的去许吗？你天天几遍啊？我跟你们说，你许了愿你完不成，你就是造孽。因为愿力可以庇应，愿力可以，你通过护法神可以帮你化解很多的烦恼的麻烦的。但是你念不出来，你不是骗菩萨。是的。所以任何人许的一个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个，就等于像我们说。像口头答应人家一样，你答错了嘛，你就犯孽了呀，造孽了呀，明白了吗？明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兄梦到 A 师兄跟做梦师兄说，师父跟他讲，做梦师兄是来自于陨石，请师父慈悲解梦。天上来了呀。天上来的，并不代表陨石，就是天上来的呀。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前段时间长了很多白头发，皮肤暗黄，皱纹也多起来了，就有点小烦恼。然后梦到菩萨开示了一段话，大意是在人间这些都是虚空的，要抓紧修行。最近两天他连续梦到现实中一位亲近的女佛友，梦里这位佛友的白头发通过念经变黑了很多，皮肤原本是那种灰蒙蒙的暗黄色，但梦里看到他皮肤通透了好多，也亮起来了。同修就在想，哎呀，原来念小房子可以把白头发念黑，还可以把皮肤念得干净通透。然后梦境一变，不知是有人说话，还是同修自言自语地说，要抓住他，要抓住地藏王菩萨圣诞日好好念经。好像是10万遍往生咒，还是准提神咒，还是说10万遍往生咒加1万遍准提神咒，消除皮肤的业障。现实中地藏王菩萨圣诞他已经念了49遍礼佛大忏悔文，没有念往生咒，请师父解梦。就是叫他加紧呀、叫他加紧。如果碰到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圣诞日可以多念一点的呀，这现实当中也是这样的呀，明白了吗？明白。那是像他梦里说消除皮肤业障，说让他念准提神咒，这个是可以的呀，可以的呀。念经都有这个功效，你念经念的没烦恼了，白头发不就少了吗？念经念的睡得好了，你是不是皮肤会好啊？很正常的呀。对。明白了吗？明白。
那师父您之前开示过往生咒一次不能许太多，最好许一万遍，念完再许。那请问师父，他梦里这个十万遍也是分开许吗？还是一次性许？当然分开许了，分开许，而且说明他欠了太多了呀。嗯，往生咒念的多，不说明他有太多东西要超度了呀。嗯，好。那像现实中有些师兄皮肤白白的，有些师兄贫血皮肤暗黄，也有的黑黑的，请问师父也可以通过像他这种念十万遍往生咒改善皮肤亮度吗？还是这个是个个案？个案。嗯，好。如果这个人皮肤暗暗的黄黄的，说明他的业障啊，过去的杀业很重，他念十万遍他好了嘛，皮肤就好。那你这个人你没有他这么多杀业，你念那么多的话、嗯、对不对啊？你是其他的问题，你口业，你嘴巴还在造口业，你这里十万遍念下去，这不一定对症下药啊，听得懂吗？嗯，听得懂，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到在 A 师兄家上过卫生间小便，转进到宾馆房间外卫生间小便，用纸擦有脏的精血，佛友 A 过来说在他家上厕所的时候就看见有脏的，我告诉他已经第三四天了，意思就是月经期就快结束了。进入房间佛友 B 在，我就笑着问他，老实说谁开的房间？我还说师父说了要苦修行不浪费，意思是说花这么多钱开房间。 B 说不是他开的。一会儿佛友 C 也进来了，大家都坐在一张床上，我对他们说你们某某那边师兄手和脚怎么都这么小巧好看，我的手都有你的两三倍大的。我拿起佛友 C 的手和我的手掌贴手掌放一起，确实我的手比他的手要大两倍，请师父慈悲开示。像这种主要是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像妇科啦都要检查，然后呢手啊也要检查，因为有的时候手掌开裂啊，手指开裂啊，很多的病你从手指上先看得出来的呀，叫他关注一下自己、啊、听得懂吗？好吧。嗯，好的，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像八戒里的这个非时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守这个戒？就是其实对你们来讲非时时，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坚持，因为不要随便的许愿，许愿之后做不到更糟糕呀，听得懂吗？明白。嗯啊，因为现在不是出家人呢，不该吃的时候不要去吃啊，吃饭要有时间的呀。嗯，明白。听懂了不啦？不在这个吃饭的时间，像你们女孩子整天吃零食，你说说非时时不啦？嗯，是的。好了，听不懂啊、嗯、明白。那像有的同学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零食，它是可以的吗？你非时时的话连零食都不能吃。哦，明白，就是只是说就是吃他的早中晚餐就行。吃啊，吃饭本身就是一种维持生命的一个方法，它并不是说可以让你吃吃玩玩的、就是、任何娱乐性的东西全部停止的，你们做不到的话、就是、乱来犯戒更糟糕啊，听不懂啊？嗯，听得懂，就是说不去贪图，就是除了吃饭以外的这种口腹之欲，对吧？对呀、啊、都不可以的。 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十戒里包含哪十戒？哎，自己去找吧。嗯、哦，好。嗯，对不起师父，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老师梦到初中的男同学已经20年没见了。你记住了，任何在家的居士，哎呀我修十戒了，哎呀我修几戒了，全是吹牛的。嗯，明白。他做不到的，你不是法师。嗯，好。你听得懂吗？听得懂。你连五戒守守吧，五戒都守不好还守十戒啊？嗯，是的。贪嗔痴慢疑你守，贪嗔痴慢疑你这种戒先守守吧，对不对啊？杀盗淫妄酒
你这个人邪念邪淫念多不多啦？你这妄语不啦？整一天要吹几个牛啊？守十戒呢，五戒都守不好。嗯，听得懂吗？听得懂。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老师梦到初中的男同学已经20年没见了，也念了好多化解感情冤结的组合。最近他又梦到这个男同学了，梦里看到这个男的对自己老婆不上心，同修梦里问他要100块钱，男同学不愿意给，最后别人看不下去了，给了这个女同修100块，但等这个钱到了同修手上后，竟然变成了一张单子，上面写着女同修自己爷爷的名字，请师父解梦。啊，就叫女同修要赶快要念小房子了呀，赶快了。哦，那这个是给他爷爷念，给他爷爷来找他，通过这种途径。好，那这个是要念多少张呢？100块钱。100块钱随便吧，念一个基数吧，21张啊，29张都可以。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当一个人魂魄不齐或者有灵性病的时候，是不是不能改名字或做改名声闻？最好不要。嗯，他这个灵性会不开心的呀，你以为你改了就朝着走啊？他抓得到了呀，他抓住你，搞你更厉害。嗯，明白。感恩师父。嗯，听得懂。下一个问题，请师父慈悲解梦。有三位相互认识的师兄分别在求赶紧回澳洲，其中一位师兄在念经的时候突然梦到要去一个地方，拿了3张通行证，他把其中一张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要划个勾做批注，梦里感觉工作人员是同意的，只要有这个通行证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请问师父，是这三个人都能很快就回澳洲了吗？应该。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烧小房子的那个钱字能不能夹到小房子框里面的红点那里？听不懂。就是说，就是烧小房子时候用的那个镊子能不能夹到小房子里它那个红点那里？吃饱饭了，夹到那个红点的上面。没事干，没事干，你外面夹这么好了，你夹到人家里边去不好的。对。好吗？好。你如果在没烧到的时候你可以夹，要烧到差不多了赶紧不能夹的，你会阻碍的。听得懂吗？他烧不到他就找你麻烦。好的，感恩师父。弟子最后帮同修做一个分享，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尊敬的台长师父。我从2012年开始生病，全身无力，经络不通，全身酸痛，去过各种大小医院检查，医生都说是更年期综合症，吃各种药都没有效果。为了治病，尝试过各种方法，找乡下郎中吃草药，找理疗馆扎针按摩，求神问卜，找通灵人用邪术等等，全都没能帮我解决问题。钱是花了好几万，反而落下了更多问题。今年以来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感觉整个人没有一处好的地方了，脑袋又麻又胀痛，口鼻干裂，牙齿酸胀，心口像堵着一面墙，闷得透不过气，背也痛，手脚沉重的像是被什么拖住了。特别是晚上，我得往脸上身上贴10几块膏药才能入睡，我心里真的很痛苦，想治好病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觉得自己是走投无路了。今年的5月份，刚学佛不久的邻居黄同修让我试试念经，他说能治病，我心想试试看，当即就去了一位念经后癌症痊愈的佛友家学习。当天我学念了7遍心经，当晚睡觉心口突然感到不闷也不痛了。我念了3天功课后，晚上睡觉就再也不要贴膏药了。心灵法门真的是灵验无比，我在痛苦中度过了8年，
心灵法门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读了台长师父的白话佛法，让我知因懂果，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与家人恶缘，都是自己的业障所致。我在此向观世音菩萨、向师父深深的忏悔，自己以前造下太多恶业，杀生、堕胎、邪淫，因贪嗔痴慢疑，造了种种罪业。我下决心要痛改前非。现在我不再和先生吵架了，他骂我，我都是笑。先生最开始不同意我设佛台，我坚持给他念经求菩萨，先生现在也同意我在家里设佛台了。我每天认真做功课，我努力念小房子，许愿终身吃全素，许愿清修，我越念越开心，身体也越来越好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把心灵法门降到人间，给了我们这样好的师父来指导我们修行。感恩领我进入心灵法门无私帮助我的同修们，我发愿这辈子一定跟着台长师父修心修行，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愿我的分享能利益到听闻道的有缘人，愿更多有缘众生早日开始学佛修心，离苦得乐。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尊敬的台长师父，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父背，不要师兄们背。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指正。嗯，很好，他功德很大了。有些佛友真的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天天在帮助别人，以身试表，然后呢帮助这么多的佛友，让他们离苦得乐，他们就是活着的观世音菩萨，好好的感恩他们。我们那些好佛友真的很好，明白了吗？很好了，是的，好，是的，弟子也要多多向他们学习。弟子问题问完了，同修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菩萨加持弟子可以多多的改正自己的毛病，更好的去广度有缘，救助众生。也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广度有缘，我们爱你，感恩师父。师父再见。再见，好孩子啊。喂，你好。师傅好，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首先想呼吁一下，师兄们就是问问题的时候跟师傅讲话一定要用您，因为毕竟我们是学传统文化的，尊敬师长还是必须做到的。后面问几个问题，9月26号的时候问答节目中师兄的信息跟我说的不够清楚。所以这里更正一下，还请护法神和师父还有菩萨原谅。上次问到一个松果体和百会穴总是发胀的问题，然后这个师兄他说他是对环境不是特别敏感，很少有头痛或者不适的感觉，他想说是他阳气比较充足啊，还是说他其实会受到伤害，只是自己感觉不到而已。他说他受到伤害啊，就是没有感觉说有，就是在外面比方说念经啊什么，没有头痛或者不适的感觉。他想问是不是他真的是阳气比较足，还是说他是即使是的。念经念得好的人们，他这个松果体是会发热发胀的。好，只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不是在松果体上，有的人浑身血液膨胀，舒服的不得了，活血。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帮忙师兄打图腾电话，然后师傅开出了小房子的数目，但是被问图腾的这位师兄他其实并不精进，他不想念这么多小房子，所以提问的师兄很担心，他想问他要如何和菩萨祈求和忏悔这件事情，不让师傅背业。你不让我背业，我是背不了的，是他背。因为为什么你帮他念，你帮他问，他如果不精进的人，你帮他问了，你就帮他背的，你听懂吗？那他要听得懂。那像他这种的需要念多少遍礼佛来忏悔这件事情啊？他自己念礼佛最主要问题，那个对方不念他就得背，所以我跟你说了，你记住了，现在末法时期坏人少接触了，就是学佛当中的
不努力的人你都少接触，接触你被他拉过去了。是是。还有一位同学，他也是，他是没有问这位师兄是否要问图腾，就直接打电话让师傅给同修看图腾了。然后现在知道了，这位被问图腾的师兄又不念经又不拜佛了，所以这位问图腾的师兄就心里很担心，他想问如何忏悔。会倒霉的，一定会倒霉的。像他们这种状况一般要多念多少遍礼佛呀？像这种没有看的，如果这个人业障很重，什么49遍啦，20几遍啦，都可以，29了，49。如果很重很重的人，是坏人，还有杀业的，你就108遍了。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背，不让师傅背，真的是师傅是最可怜的了。就经常，其实大家问图腾的时候，真应该是问清楚被问人的情况，他是否能真正听师傅的话。啊、不听师傅话的人，尽量就不要了。你替别人问就是替别人背，听懂吗？师父替别人看就是替别人背呀、啊、明白了吗？明白，感恩师父。下一个，师兄许愿尊师重道之后，梦见自己在飞机场的跑道上，然后跑道两侧的灯都变成了水果柚子，是新鲜的，他想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他在启动了，很好，也就是说他的努力、啊已经受到天上的肯定了。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有位82岁的男同修，他家里人想问师父，他83岁的这个，一般是在生日前后念83章就可以吗？因为下一个就是84了，也是蛮大的一个关节，他想问一个普遍的数字，要如何念？83章、84章已经许过了。没有，他是83岁生日，然后他想问是否可以在生日前后各许愿，总数2波108张的小房子来化解83岁的关节。啊，不要不要，就是83岁，83张前，83张后呀，够了呀。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太多的，把他的过去都激活了怎么办？哦，那像84岁这种麻烦。会的，激活的就等于总算账了呀。总算账一般是死的时候才总算账的呀、哦、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你提早总算账的话，你有时候身体就吃不消了呀。明白。我讲话你听得懂不啦？听得懂，听得懂。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听到节目里边有很多师兄都会问，因为师父想讲过100个善的问题。想问一下师父，是不是其实我们在不必要说一定要许100个善，但是只要用心去做的话，关键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善事，而不要去计较这种数字。如果计较数字反而生烦恼心有漏，是不是这么可以理解这件事情？还是境界问题呀、啊。那你说是不是要不要许100个善事啦、啊、不用，说每件事情。你们就是到不了这个境界才给你们许教你们这个方法的呀。你们就是不自觉呀、你不自觉，你再不给他100遍100个善事的话，他你说要叫他自觉一点，你碰到个不自觉的人，你叫他自觉一点，你不在害他。明白了吗？只用数字的方式去激励他。你在人家面前跟人家讲高级的东西，你跟一个小流氓跟他说啊，你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善事做好事，他不打你就蛮好了。你要规定他的，你必须一天做100件，或者一个星期做100件好事。不规定行的，你跟这种关在监狱里的人，你跟他讲什么自觉了？明白。现在100件好事就对你们这些懒惰的人，学习学得不好的人才这么规定的呀。逼着你们做好事呀。你又跑出来跟他讲，哎呀，你们觉悟很高的，这样反而不好了。那你要看每个人的境界的呀，听不懂啊？明白，感恩师父。好了。看谁的呀，下一个问题。看谁在唱高调了呀。明白。就等于我在这里管孩子，你要严格啊，你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哎呀，你让他们去吧，他们会自觉的呀，不是害他们的、他们还不自觉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的，听懂了不啦？听懂了，感恩师父。唱高调的。下一个问题，
有不少师兄在已经许愿清修或者仪式修成的情况下，还在朋友圈不是专一发心灵法门的内容，或者自己会看一些星座新闻等不是师父开示的内容，然后就有师兄会梦到这些师兄有杂修的情况，而提出要让他们一门精进，提纯气场。想请问师父一下，这个一门精进的要求是否是，有什么具体的需要去做的吗？没什么要求，他的师父还活着。听师父的，嗯，就很简单。嗯，你今天在大学里读书，你老师还在，你当然听老师的。是，就不要看，就不要去上课了、啊。你对，你左看看右看看，你能控制得住自己的？对，你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啊？你要是能够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你就不会造这么多业了。是，是听不懂啊？明白。就只看我们，下一个问题，师傅年初的时候会开示说今年就是比较特殊，然后最好保平安的话，每个月能烧30张小房子。想问一下师傅，这是按阴历算吗？是不是要相当于烧到明年二月份？烧到明年二月份了，对，有机会就烧，有小房子就烧，用不着规定的，规定是对那些不努力不积极的人的。一般的人天天在烧呢，还要用得着30张规定啊？听得懂吗？明白了。规定的是那种一个月30张都烧不到的人。好了。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师傅在之前的图腾节目中有说到一个同修，说他身上有一个药精者，如果再不超度的话，他的莲花就会要掉下来了。想问这种情况是属于个案还是说共案？就是我们身上如果有药精者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莲花，是吧？你说呢？你告诉我，你说呢？是，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梦境，梦到说是否有药精者的话，你头痛不啦？你倒霉不啦？嗯，各种形式出现的呀。你如果头痛的不得了，你倒霉倒得很厉害了，你还不知道有灵性啊？你虽然梦做不到，但是你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那身上会没灵性的。听得懂不啦？你没看到蚊子，你这个地方痒，那个地方痒，你说有蚊子咬了啦？有的。师父这种最平民化的那种解释的佛法解释的，是，对不对呀？你以后都要用的呀，你们以后出去跟人家讲法，你这种问题一讲出来，他就没话讲了。举例是最好的一个实证，是，听得懂吗？听得懂。能够举例举得好的人，这个人就有实证。我告诉你，什么例子都没讲，空谈理论有什么用啊？理论谁都会讲，讲出来的都脱离实际的理论有什么用啊？明白了吗？明白了。还是这个莲花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特殊时期就是没有法会什么，但是很多同学会担心自己莲花是否掉下来，是否可以比方说固定自己许愿一个单独的礼佛遍数，比如每周21遍来专门忏悔会导致莲花掉下来，会导致莲花不好的业障，以此来保护。众善奉行，你不要做坏事不会掉下来，用不着做的。好，你只要不做坏事莲花不会掉下来，我告诉你他不会来烦你的，你做了坏事他就有可能掉下来，明白了吗？明白。像有一些同修，他比方说被师父指出来有哪些个缺点，他需要改正，但是他可能改完一段时间以后又反复了，那这种状况的话是否会导致莲花掉落呢？或者说业障会不会翻倍？会的、因为你毛病改不了，犯了又改，改了又犯，犯了又改，改了又犯，那就叫老犯，听得懂吗？明白。那他这业障也会翻倍吗？会。明白了，感恩师父。后面一个是关于礼佛的问题，就是说大日子我们可以念很多嘛，尤其是像下周日的时候重阳节，我们可以念63遍，但是有很多师兄可能会害怕自己小房子，担心不能跟上，或者说担心63遍如果念满都会激活。我想问一下师父，能否祈求，就是请师父祈求一下，对不起，请师父祈求一下菩萨，能够让大家多念点礼佛，就是念满的话也不会爆发。对不起，
个人啊，个人自己啊。不是，就是想请师傅跟菩萨讲一讲，就让大家大日子念礼佛，就能念满的话也不激活业障。啊，那不可能的，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哦。每个人的业障，个人，你以后跑到，你以后跟小童子一样，你到地狱里去看看，你哭得还厉害呢，听得懂吗？听得懂。没办法的。我们就是菩萨，我们也救不了人的，个人因果个人背的。你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造孽啊，坏人多啊，多得不得了啊，现在自私的人多不啦？多。好了。好了，不讲了，坏人太多了。你的慈悲心那是你自己的造化，说明你有慈悲心，慈悲心不一定就是说你能救人的呀，明白了吗？好了，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那个师傅之前讲过，我们居住的地方最好离坟地远一些，就一般是在150米或200米开外。那么想问一下，比方说有重症或者明显就是灵性病的师兄，他们至少要就是距离坟地要有多远？200米以外啊，是啊。至少200米，就是不能说。比方说是不是需要300米以外，或者因为他们有明显的灵性病或者重症的话可能会更明显。你这不是废话，我告诉你200米以外，你说300米，你跟我说500米嘛更好呀，我看你脑子有点问题了。对不起师傅，我错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一位师兄已经许愿清修，然后就梦见月事水排出来很多，然后以前夜里有肚子痛的现象，现在之后就没有了。那他这种梦里头排出月事水，是指说他会有妇科问题，还是说是宵夜了？梦里有了，真的在现实当中也有了，那就是他的现实的身体不是太好呀。听不懂啊？明白。但是这位师兄他现在是已经绝经了，就是岁数蛮大的。那就叫他当心的。还不干净呀、啊？不干净，可能妇科有问题，给他检查检查，好吧？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许愿去心灵净土的师兄，是否可以到了年龄之后也可以念阿弥陀经？因为之前开示的是说念了阿弥陀经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位师兄可能是想去专门只去心灵净土，所以他想问是不是念阿弥陀经都可以。好，感恩师父。你念观世音菩萨嘛，就跟菩萨讲我要到心灵净土嘛就可以了呀，一样的呀。你要想到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世界也可以去的呀，都可以呀。但是每个法门不一样的呀。那因为你要到阿弥陀佛这个境界嘛，人家有净土宗的呀，也有的呀，都可以。你到师父这里嘛，基本上是到以后到心灵净土呀，一样的呀。对，好，感恩师父。下面一个是带放生的问题。师兄发愿只要是对不起，太多时间了。好，再问最后，最后这一个带放生的问题，就是师兄发愿要为其他师兄，希望他帮，让他帮忙去放生的人都去帮助，但是现实中他找了很多家的鱼老板了，哪一都发现有普遍都会有缺斤短两的现象。想问是否可以和菩萨讲说，缺的谁缺的多，谁缺的，你当然找一个缺的少一点的，然后跟菩萨说他的业障他自己背，于老板的业障于老板自己背，什么地方的摊位里边的于老板的业障他自己背。好。感恩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之前讲过一般都是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搬家，新年的话有个新气象呀，那么如果要是按月走呢，就是每个月的是月初搬家好还是月底搬家好？当然月初了。哦，一样的呀。好，搬家你主要是看你搬家的那一天呀，那一天是早上最好，一般没有那么多讲究的，还有相当于风水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并不是说你买了一个地方，你搬了个家的很糟糕的地方，你说你在月头搬了你就好一点啊，听得懂吗？明白了。它有综合性，好吧？好，感恩师傅，没有问题了。
他们自己一人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乖一点，不要怨天尤人，像你们孩子的慈悲心还是要好好的引导的，慈悲心要有智慧你才能救人，单单有慈悲心你没有智慧，你最后就是个港督，被人家上当受骗。很多很多人老实的不得了，为什么整天上当了？哎呀，菩萨说不来救我，我这么老实，没智慧啊，听不懂啊。明白。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我们自己要让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好，师父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你好。哎，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父。师父有的同修梦到您给他看图腾，梦里给他开小房子的数量，但是他梦里记不住了，那一般是多少张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师父，这个问题。记不住，就是不是很多的，很多的一定记得住，很多的进度从80天中出来的，从那个阿赖意识出来，那就一定记得住，21章啊，8章啊，9章啊，很容易忘了。举个简单例子，你在生活当中，人家欠你10000块钱，你会忘不啦？人家欠你1毛钱，你会忘不啦？早就忘记了，听不懂啊？记得，听得懂，听得懂。还有佛友问他，经常梦到师父，但是他梦不到观世音菩萨，是他哪一方面有问题呢？还是这个问题随缘呢？师父，这个问题您开始一下。他经常怎么样啊？梦见观世音菩萨。梦到师父的法身，但是梦不到观世音菩萨。他这个级别嘛，只能梦到师父这个级别呀、啊。师父叫观世音菩萨，这师父这个级别梦到了蛮好的。对对对，师父谦虚。师父下一个问题，您在昨天图腾中说，不是那个女的，不是问有癌细胞吗？她说你劝人离婚，你劝过人离婚，你就会得癌症。师父，您进一步开示一下吧，这个问题，师父。断人因果呀。动人因果的话很重的一个毛病、劝人离婚的话，人家离掉了你有业障的呀，他灵性饶不过你，饶不过。明白。你再怎么劝人家，你不能劝人家离婚的呀。对，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您跟一位肠胃不好的师兄说让他补充维他命 D， 否则会，就是说他说，那请师傅开示，那个维他命 D 你再讲一讲吧，这个维他命 D 我们都要补吗？师傅，你要是吃钙片，人年纪大了不是骨质疏松吗？那个钙片补不进去嘛，就靠维他命 D 的。因为你的肠胃里边，你维他命 D 没有的话，你很容易那个肠胃紊乱呀。肠胃一紊乱的人，肠胃就会免疫系统出毛病啊。免疫系统出毛病嘛，最大的问题嘛就是容易中风啊，免疫系统就是容易生癌症、肠癌呀。明白了，明白了。有师傅、啊，明白师傅有一种钙片，它不是既含有钙又含有维他命 D， 买这一种就可以，这样吃就可以了，是这样吗，师傅？所以你看，为什么吃钙片一定要加维他命 D， 就这个道理呀、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的有同修问您的佛言佛语第五册有句话说：大善似无情，小善如大恶，行善要看果。有的佛友不明白，他说大善似无情，小善如大恶，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小善如大恶，行，师父您开始。这还不同啊，大善好像没有情，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吧，对不对？人家跑得来，师父啊，你救救我呀，救救我，对不对啊？我知道他解脱不了，对不对啊？我要让他觉悟，好像我不理他。对不对啊？不理他，比方说他一狠心，不理我就不理我，我就要好好的争口气，让你看得起。听懂了吗？比方说，听懂了。比方说，过去有法师，人家跑过来说：“哎呀，师父啊，这个你救救我呀！”法师说：“像你这种人救得了的？你这种人一辈子不会好了。”那他为了激发他的慈悲，激发他的那种积极上向的增上缘，
一讲之后，你说你老和尚说我不会好，我就好给你看，我就改。对，好了，啊、这个不是大善慈悲啊，对不对啊？那小对对对小善，小善什么？小善如大恶，小善如大恶。对呀、啊，你比方说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我要拿这个人家的东西，我就要拿啊！哇，哭，小善来了，哎呦，孩子啊，妈妈帮你拿，你不要哭了，拿人家以后他就是偷啊，强盗就这么来的，哦、不是小善如大恶啊、哎？听不懂啊？啊，听懂了，听懂了，我无以恶小而为之啊，这是师傅讲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哦，行善要看果，哎，我这个师傅已经给我以前给我们讲过，行善要看果，啊、这个我明白了。你看果报的呀，你不是说我今天做善事，你这件事情我是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了死活，也是个好医生啊。啊，不是，你专一驼背了、嗯。我一直跟你们讲个笑话，就是马路上放块牌子，我跟你们讲过吧啦，专一驼背上面写的。嗯，这个驼背跑过来一看，哎、啊这个马路上看一个医生说专一驼背，驼背跑过来一看，专一驼背啊，很好啊，你帮我治一下吧，对不对？你趴下去，趴下去，他跑上去，在他身上乱踩，把他驼背踩直了，整死了。家属跑过来说、哎，你怎么把我家里的那个孩子怎么弄死了？我写的专一驼背，我没说不管生死的了。啊，驼背直了呀，就这个道理、啊哎。一个人只管自己，哎呀，我是为他好呀。很多人劝架，越劝越火，火冒三丈。你说这种人坏得不得了，邻居家里也是的。他跟你不好，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哎呀，不要吵了，你看看算了，让让他吧，吃亏就吃亏吧。啊，凭什么吃亏啊？越火了，越吵越大。对对对，那师傅劝架的话怎么劝架就比较好呢？你像这种人越劝、啊、越劝架越好，劝什么架、啊哎、在家里帮他念经嘛，他就没活一会儿就没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同修改名字，改了名字之后念小房子的话，直接写新名字的要经者，还是新旧两个名字都写上呢？他生完之后就是说先写一段时间，嗯，生了好了嘛，就不要写旧的了。如果生完不成功嘛，要写旧的。你要是改了三个呢，就写上三个啊。哎，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那师傅，10月1日图腾节目中有个师兄改名字，师傅说他的新名字菩萨已经认可了。那是菩萨认可了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新名字，师傅你开示一下。就是生门成功呀。哦，圣门成功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只不过、嗯、谢谢师傅的。这个人，只不过这个人一定从天上下来，菩萨才认。哎呀，这个人真幸运哈、啊，这真是人家天上下来的。嗯，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改姓改为夫姓，算不算改名字？需要声纹吗？西方有这个习惯，就是海外的佛友，西方有这种习惯。性感自信要升文的，要升文的。你嫁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话还不懂啊、嗯？你改了老公的名字，你从此倒霉了呢。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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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的人嫁了一个老公的名字，从此好了呢。它里面都有讲究的呀。都有讲究哈、啊，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看有一个师兄，他不是改名字吗？他梦里问师傅法善，师傅法善说。你求求菩萨吧，现在给你起名字是因为起不到名字。师傅说你因为你福德不够，师傅的意思说他福德不够。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呢？师傅你开始一下。师傅说的没不给他起名字，说他福德不够。不给他起啊，师傅就是说起名字、啊、嗯，对，他找师傅给起名字，师傅说他福德不够。福德不够就是说你起的这个名字太大了，你没这个福气去承受呀。听不懂啊。嗯，都听得懂。他想让师傅给他赐名字，师傅说他福德不够。对呀、啊，你怎么？我问你啊，你自己要看的。你这个人整天不做好事，这个人整天业障缠身、嗯，我怎么帮他起名字啊？哎呀，是，对不对啊？你这个人连头都不磕的，对对对，你怎么不到庙里说观世音菩萨，你帮我起个名字啊？
对对对，嗯，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师傅，那个除有有除除犯人尼提那那一集中，佛陀解释了尼提尊者往世轮回作为僧团执事，命令弟子帮他除粪便。他命令的这位弟子是一位已经证得出果的圣人，因为这个缘故，提尼尊者五百世中都升为下贱的人，帮别人除粪来养活自己。请问师傅啊，你看这个案例，请问师傅在修行和同修们相处之中，每个同修的功德境界是不一样的，如果带着功高我慢的心去对待功德大的同修，是不是会造下很大的恶因呢？师傅你开始一下这个问题。对啊，肯定的呀。啊，对不对啊？这个除粪人尼提，对不对啊？嗯，对对对。他为什么会变成为贱民呢？对啊，就是福德不够呀。你看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自己，比方说一个女人，你自己不要多余的钱，不想要名要利的话，你不想买名牌包，很多女孩子她也不会穷的嘞，连饭都吃不下的。嗯，为什么呢？她羡慕那些人家有钱有势的女人，好富豪啦，然后呢拉着名牌包啦。啊，这 LV 的背的包啦，什么名牌的鞋子啊，珠光宝气的，好了，他卖淫去了。哎呀，对不对啊？这不是你自己要的吗？对不对啊？你如果一个好好的女孩子，你也不一定，对不对啊？会变成这样，你最后让人家看不起你这个职业，就是因为你想贪图荣华富贵，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想让别人尊敬，当别人知道的时候，你更得不到尊敬。听不懂啊？听得懂，听得懂啊。嗯，师傅，那你看，因为一世对人功高我慢，结果五百世轮回做贱民，真的是因小果大，噪音很可怕啊，师傅。还有你说，对啊，五百世，你要看的呀，你对法师什么，对师父什么，不尊师重道，有的时候你自己的根气不好的话，不是五百世的，六百世、一千世都有可能。明白吗？哎呀，真的，哎呀，真的，真的，哎呦，我你师傅这个案例真是，他是对一个就是已经证得出果的圣人，这他是这样，你所以这样五百世为轮回为贱民，哎呀，这个太可怕了，啊、师傅。出果、哎，人家已经证得了出果，人家已经成为圣人了，是是，你去看不起别人，你这个业障不要太大、哎，听得懂吗？哎呦。嗯，对对对对对对，哎呀，那你对那种，所以你去看，所以你去看诽谤人的人，最后下场都很惨的。你去看看过去诽谤别人，到最后没有一个好下场。啊，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哎呀，哎呀，这太可怕了，嗯。那师傅，你看大家相处中无法知道每个人的功德大小，最好的办法就是恭敬对待每一个人，这样才功德圆满不造业啊，师傅。嗯，这弟子也是感慨。是啊，我就跟你们讲过了，这个世界没有高低贵贱，你要用平等心去看别人，你就不会犯这个业障了嘛，对不对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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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记得一个同修观世音菩萨对他说，你对待众生不敬就是对待为师不敬。哎呦，我觉得菩萨说的、啊、这句话太好了，师傅，这你哎，明白了，嗯，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哎呀，你还是有点累，嗯，师傅。众生就是佛呀，众生是未成，还没有成佛的，叫正众生呀，对不对呀？众生开悟就是菩萨，菩萨的不开悟就是众生呀，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您在8月21日的问答节目里，师傅您开示了相戒，嗯，相同的不是。一个木，一个木，不，那个香，戒律的戒。重新想问，给别人给他很小的礼物，没有惊喜的感恩，接过礼物的时候是无所谓的态度，这样的情况是破了那个香戒吗？相同的香，戒律的戒，是这样。是啊，哦呦，是啊，不好，非常不好。哎呦，你不非常不好，对人家送给你的任何东西不屑一顾，这个就是一种功高我慢。嗯、你是谁呀、啊？哎，所以我看有些
有一些人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哎呀，你越自己了不起，人家就不把你看成了不起。你把自己看得不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家才把你看成了不起。对对对对对，那师傅，这个相见是不是就等于细微的表情、神情、动作等，是这样吗？师傅，相见是这样。我问你、哦，一个表情代表不代表这个人看得起你、看不起你啊？嗯，代表眼睛起不瞧你的、明白了吗？哦，那师傅破了相见，是不是算一个小恶？是有很多业障吗？师傅，这个问题，师傅。哎呀，都是恶。哎呀，都是恶啊！嗯，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哈、啊。明白，明白。那明白明白，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佛友问，广结善缘和人间的大关系两者的关系很微妙，如何区分是广结善缘还是在大关系呢？师傅，这个问题你开示一下。心呀，你心想大关系嘛就叫大关系、你心想的广结善缘嘛就叫广结善缘呀。你自己的心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你心想去大人家关系你还广结善缘啊？你的心想去广结善缘、那当然是广结善缘了，听不懂啊？那听懂了，听懂了。那师傅，网上有一个分享，有一个分享，日本11岁的小佛友，他有天眼，可以看到每妈妈念经时嘴巴吐出莲花，像最大的像碗那么大。视频中，师傅您说话的时候，嘴里有莲花出来，像桌子那么大。请问师傅，是不是每一个认真念经的人嘴巴里吐出的是莲花呢？师傅，这个问题他想问一下。对呀、所以叫口吐莲花呀。哦，口吐莲花。那师傅，您看图腾的时候看到同修有口业，请问您是怎样看到有口业？是嘴上有黑气吗？师傅，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口业，那不是嘴巴里看出来的好吧？口业已经到了到心里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他这已经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黑气了呀，明白了吗？形成黑气了。明白了明白了。那最后问他说他说这个小朋友11岁的小佛友分享，他妈妈也修心灵法门，他看到他妈妈体内有颗珠子，去观音堂的时候珠子就会发亮，离开观音堂珠子就看不到了。是不是这是啥原因？是观音堂的正能量气场非常厉害吗？还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这个问题？对 正能量有正能量。正能量。哦，师傅。好，师傅啊，您保重好身体啊。地球观世音菩萨保佑安师卢俊宏台长发气不够。哎呀，师傅，您保重好身体啊！观音菩萨，您加持加持师傅吧，龙天护法，您也加持加持师傅啊！师傅最近很辛苦啊！哎，师傅、他们的业他们自己背。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好，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师傅你好，弟子向师傅请安。想为同学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刚出生的孩子还没有给小孩取名，该请问上身怎么祈求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什么？就是说有刚出生，对不起师傅，刚出生的孩子还没给小孩取名字，那在上身的时候该怎么祈求呢？师傅听得到吗？刚出生的什么？刚出生的小孩还没给孩子取名字，那在上升的时候该怎么为这小孩祈求呢？你把他妈名字报出来不就可以了？好的，感恩师傅。那还有一个张三的儿子，我今天给张三的儿子放生不就好了吗？好的，就说父母名字的孩子放生就好了，感恩师父。对，好的，感恩师父。另外有一个梦，请师父解个梦。有一个梦到同修用鞋子盛饭给老父母吃，饭很多很满，但是是用鞋装的，请师父解梦。再讲一遍，对不起。对不起，师父。有同修梦见用鞋子盛了饭给父母吃，饭很多很满，但是是用鞋子装的，请师傅解梦。这不好啊，这孩子虐待他妈了已经。哦，那对针对此事需要念小房子还是礼佛忏悔吗？有的念。
一般是多少张小房子或者礼佛多少遍？一直念，每天念七遍礼佛。好的，感恩师父。就针对某一件事情好好忏悔。嗯，就针对嗯，好的，明白师父。然后另外在现实中的问题，有同修家邻居门口刚挂上的葫芦和钱币掉在门框，掉在他们的门框上。然后这对同修的家有什么影响吗？因为同修出门的时候会看见，想躲就躲不开，该如何化解？同修能不能用大杯水到门口去洒一下？请师傅推开。哎，家里有佛台怕什么啦？你就天天说，天天求观音菩萨保佑我们居家平安，好吧？邻居家的业障，邻居自己背，好了。好的。弄不到你的呀，你还拿那么大杯水去洒一洒呢？第二天他拿个桶直接洒到你家里来了，像这种人敏感的不得了的，听得懂吗？好的，对不起师傅，感恩师傅开示。另外有现实中的问题，有一位女同修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来月事了，梦中她去体检，医生说她的胸部是假的，说男人怎么会来月事，请师父解梦，该怎么办？上辈子的烙印，上辈子的烙印，上辈子的烙印，她上辈子是一个男的。嗯，那叫她自己好好的忏悔啊，因为上辈子的男的肯定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嗯，好的，感恩师父。你要叫他当心的，妇科出问题了，叫他好好去看病。好的，那叫同学听一下录音，感恩师父。另外有一个放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佛友待放生后求菩萨托梦，梦到几个人到河里杀鱼，做梦人想我不要去看他们，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请师父解梦。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他是什么看看什么抓鱼啊？啊，对，我再重复一下，对不起师父，就是有同修找人带放生后求菩萨托梦，然后就梦到几个人到河里去杀鱼，做梦人想我不要去看他们，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炸鱼还是怎么叫炸鱼啊？炸鱼是什么意思啊？啊，杀鱼。杀鱼啊？对，梦到有人到河里去杀鱼。啊，那好了，带放生的人不好，下次换人。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另外有一个梦境，同修梦见不敬佛的家人，说他是螃蟹还是一种什么动物投胎的，梦里他很伤心，请师父解梦。没有办法，上辈子就是动物投胎。那针对这样的话，他需要加强什么经文吗？还是礼佛？重赞奉行，诸恶莫作，坏事不要做，就做好事。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另外有一个梦境，有同修先是梦见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然后看到前男友躺在那，前男友说那个女的是他的老婆，现实中前男友早就结婚有孩子了，请问这个梦是说同修还有打胎的孩子要超度吗？还是说前男友的孩子？都要超度，要超度，都要超度，要超度至少49张。好的，让同修听这个录音，感恩师父开示。另外也有个梦境，同修梦里是去医院看望自己的家人，但是到了医院以后并没有看见家人，而是看见一个女人，旁边还躺了一个小女孩，看见同修就说同修可以救她，梦里同修说我一定会救你的，你要学念经就行了，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说明有人救她，但是呢这个力量好，我觉得不够啊，她还自己还不够努力，明白吗？嗯，这位同学他本人已经许愿了1000张组合，还差150张就念完了，请问这个梦是和同学的邀请者需要超度有关吗？对呀、啊、赶快念呀、啊、好好念呀、啊、好的，嗯，没念完都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梦。好的，感恩师父。另外有一个梦境，请师父解梦，同修先是梦见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然后看到前男友，对不起师父，我再
对不起师傅，我再问另一个问题，对不起。在10月4号问答节目中，师傅给同修解梦，说他的工作有间接性的杀业，让他许愿3000遍往生咒。请问如果继续工作，是否需要一直针对这份工作念往生咒？一般每天多少遍？是否可以说老板自己的业障自己背？能否减轻师傅背业？49遍呀、啊，49遍往生咒呀、啊。嗯，每天49遍。好的，感恩师傅。你以为你讲了之后老板背啊？你不讲老板也背的呀。赚这种钱的话，他一定背的。好福德呀，耗完了就死了呀。嗯。明白，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其实曾经也做梦的师兄看图腾说他前世杀业重，是否因为因此导致他对杀业方面的事情比较敏感？所以做这样的梦，不一定的，他要看的，他今世也有杀业，他一定会有双重报的。嗯，好的，那和他的职业还是有关，那就让对啊，你前世有过杀业，今世再继续间接的杀业也会有关系的呀。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另外有同学在小睡的时候看到上方下有一个巨大很粗的光柱，金色中还有红点，看到宇宙的上方有一个巨大的光柱，请师父解梦。宇宙那说明它上去了呀，宇宙空间当中光柱多呢，每位菩萨都会发出非常非常耀眼的光芒的，看见菩萨只是他看不见而已。好了，嗯，那这也代表是菩萨在梦里给这位师兄加持了吗？对啊，是好事情。嗯，那感恩菩萨，感恩师父。那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父，我们爱你。请观世音菩萨也慈悲保佑师父。嗯，法体安康，弘法顺利，广度有缘众生。感恩师父，感恩。嗯，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喂，师傅，喂，师傅你好，对不起，师傅，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同修发心买木板给新师兄设佛台，同时同修认识一个于老板，于老板会木工和电工，请问于老板参与了佛台的制作，这个佛台能用吗？我讲个故事给你听过吗？嗯，那个有一个庙里在发心募捐要造庙，结果有一个妓女呢，她也发心捐款，结果最后算下来啊，庙造完之后呢，这个卫生间的钱跟这个妓女捐的钱是一样的。我讲完这个故事，你应该知道刚刚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吧？嗯，知道了，不可以。我没说不可以。你就是，好好的，明白了，师傅。那就是，那师傅您之前有开示过就是类似的问题吗？然后说这个鱼车的气场太差了，就是要重新借一辆干净的车。那请问如果你说说看，一个经常杀人的人，他现在就算不杀你的话，他手上有没有血债啦？有哎。怎么这么没智慧的啦？对不起，你谁不能找，为什么找他啦？对的，好了，谢谢。天天的鱼、卖鱼的人天天拿把刀在杀鱼，他今天在做佛台的话，你说有没有脏的东西啦？有，怎么都不开智慧的啦？对不起，师傅。师傅，同修要搬家，准备搬迁佛台，还没定日子。之后梦到有平时专门设佛台师兄来帮忙撤佛台，对方直接就把慈像请下来了。做梦人说我还没念777，怎么就帮我请下来了呢？于是要补念，然后这个做梦人就抱着观世音菩萨慈像，发现慈像的头和身体分开了，请问这个梦是说明谁有问题呢？是搬家的人，还是平时帮别人设佛台的师兄？都有，都有，不干净，佛台不端重，听懂吗？听得懂。他们礼佛大概要念多少呀？师父针对这个梦，礼佛如果这样的话，礼佛不多的，17遍呢就可以。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上次师傅开示说佛台下面有抽屉，佛台不要做成当中分开的帘子，
如果要从下面的抽屉拿东西，可以把布从旁边开口拿东西。然后现在有个佛堂有免费结缘的佛台布，但是已经是剪裁好的了，是中间开口的，分开的地方是两个人，我们把它分，把它绝对不可以的呀，当中把它缝起来呀、把它缝起来。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好的好的。那它缝起来就能结缘给佛友了是吧？就缝起来跟镜子没关系。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窗帘上的图案是房子的形状，请问会惹灵性吗？没关系的，窗子上这个图案肯定是虚拟的，不会很严重的吧，不会很画得太像的吧。好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有个同修他梦到有人在他印堂的地方盖了一个黑色的章，然后章印就印在印堂里没了，章是方的铜做的那种，请师傅请。完了完了，他一个大事情了，出了一个大事情，已经被他地府已经盖章了，这个以后死的时候就是恶病了，完蛋了。那他现在要是什么地方做的，哪一块做的不如理不如法他？你去问他呀，缺德了，缺道德了。好的好的，啊，这样礼佛是先许愿一个大数比较好是吗？有的念。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师父，有个同修他把百人合唱大悲咒的机器一直随身带着，循环着轻轻播放。昨天他去亲戚家参加生日宴，很多荤菜，他带着的大悲咒也一直开着的。后来他今天早上梦见他被抓进一个小屋，请问他这个梦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呢？有啊，你不是亵渎神灵啊？对，护法神说这种脏的地方你怎么可以放菩萨的圣号啊？什么叫圣啊？圣就是干净啊。对的对的，感恩师父。所以在荤食店这种就是大悲咒什么一定要都关掉啊，他这样要念多少礼佛呀？好好念呀。好的，礼佛嘛就这么念了呀，有时候没办法的呀。有时候像这种人家都在吃大鱼大肉，你在边上哪无关心菩萨，你对菩萨不是不尊敬啊？这还不懂啊？怎么会没罪啊？对的对的，谢谢师父。师父，有个同修单位食堂做饭的师父想请一个菩萨吊坠，但是他们是做荤食的，请问能给他们结缘吗？会不会有业障？你说什么？就是有个同修嘛，他们单位食堂做饭的那个烧菜师傅，他看到菩萨吊坠也想结缘一个，同修就想问他能不能结缘给这个做荤食的师傅呢？会不会有业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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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感恩师傅。啊，说明他在改邪归正啊，他在改变。好的，谢谢师傅。师傅，邻居家的猫跑过来，在同修家佛台上小便了，然后观世音菩萨像也沾到了，请问要怎么做呢？佛像该如何处理？重新呀，重新弄啊，重新。如果像都沾到了，就不能用了呀。哦，重新请菩萨像。所以叫畜生，不是不是畜生会做这种事情的。对的。听得懂吗？听得懂。那请问，那这个佛台桌子呢？就菩萨像要重新请，那这个佛台桌子也是要重新设，就是买新的吗？对啊。好的。不要了，要其他不要了，就是凡是沾到的地方就要干净啊。好的，那请问礼佛要多少遍呢？七遍就够了。七遍，感恩师父。师父，有个同修，他收到注印的空白小房子上万张。发现外包装破损，可以看到里面的空白小房子。后来这个同修他就请观世音菩萨点化还能不能用，梦见环境不是很好，有人报数字1573还是1753，好像是取快递的号码，还梦见两个熟人，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境，这个小房子还能用吗？你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师父，我说慢一点，就是
有一个同修，他收到了注印的空白小房子，有上万张，但是他发现这个外包装破损了，就是破到他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空白小房子。啊，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他后来就请菩萨点化，就做了梦，但是梦境不是很好，他就想问，就想请师父慈悲解梦。没关系的，就前面几张不要用。前面几张不要用，好的，感恩师父。嗯，那他如果梦到的数字是1573还是1753的话，像快递的号码，请问这代表什么含义吗？中间数字可能就是他小房子的那个问题。哦，是他自己小房子的数量。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有人说搬家的话，自己用的灯要带走，否则不好。请问师傅有这样的说法吗？有的呀，灯嘛就代表光明啊，就代表你的幸运呀。嗯，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幸运留给别人呀。嗯。那如果留有余香，那就是把灯送给别人了，会真的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吗？不会的，不会，不会。你有能量的人，你还怕这个？就是那种能量本来自己就不足，又很小气、很自私。你看很多人问师傅要东西，我都送的。师傅不一样，师傅能量很大。啊，对呀、啊，一样啊。嗯，好吧。好，感恩师傅。师傅，有个老人院的老人去世了，没有亲人帮忙办身后事，同修发心捐助办丧事的费用，但是他担心会惹灵性，想问做这类的善事该如何跟菩萨祈求呢？这类的善事嘛，最好他交钱让人家去办呀，他自己能量不足的话，他最好还是不回避一下呀，没办法的呀、浑身病殃殃的。我就讲一件事情给你听听，过去有一个叫关怀中心，就是临死关怀中心，对不对啊？夫妻两个嘛，都去天天去关怀中心嘛，他是善事不啦？善事啊，最后两个人都得癌症死掉了呀，很年轻。嗯，还是个很有名的运动员。你又不信佛，你去临终关心，你又没有能量，也没菩萨保佑，你说善事是善事啊，上辈子不投一个好人家、有钱的人家了，听懂了吗？听得懂。这辈子你帮人家背业嘛，你就先走了。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啊，有对同修夫妻，他们两个人是开百货店的，准备卖一些毛巾，梦到他们开着一辆卡车，里面都是新毛巾，自己还拿了两个。心想怎么那么多毛巾，请师父慈悲开示。新毛巾就是让你好好的洗去你自己心中的尘埃呀，擦去你心中的尘埃呀，好好的改了，好的改毛病。嗯，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有一个同修，他在农村老家带孩子，农村人基本上每家都养了鸡鸭，孩子玩的地方有很多那个就是鸡鸭的大便，但闻不到臭味。同修想问他可以边看孩子边念经吗？在这种环境。嗯，可以的，这个念经是从心里念的呀，没有办法，可以念的、没关系。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心中干净比身体干净还要重要。对的对的，感恩师傅。师傅身边有一位同修，他梦到另外一个同修有一个护身符吊坠，但是不是我们法门的观世音菩萨吊坠，镶着黄金边，梦里感觉很好，很有能量。梦中有人叫他也要带一个跟这个同修一样的那种吊坠，同修心想那个是黄金镶边的，大概要1000块钱左右，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家叫他带镶黄金的吊坠啊。对，但他不是我们法门的观世音菩萨吊坠哦。那就说明他没有一门精进啊。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同修梦到在路上看到一把刀，当时想要是这把刀小点就好了，女儿可以带去学校削水果吃，这时又看到一把小一点的刀，请问梦见刀是什么含义呢？请师父慈悲开示。这刀不好呀，冒寒光呀，身体有寒气呀，而且有血光之灾呀，不好的，
梦见到过去女人梦见到有问题的呀，家里会闹大事的，明白了吗？明白明白。那他这样的话就要许愿消灾吉祥神咒是吗？是啊。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在那个积善的方法中开示说，礼佛百善，为别人拜是两善，为自己拜是一善。同修他许了一百件好事，同修认为这里的礼佛是指礼佛大忏悔文。同修请问每日功课的礼佛是否算是一件好事，包括给自存的礼佛和给别人念诵的礼佛大忏悔文？算的算的，像你刚刚开始的时候算好事呀，善事呀，一善呀，一善又不是功德了。对对，你要多少善之后才成为一个功德呢？而且要用心的呀，听不懂啊？听得懂。那要多少善事才能成为一个功德呢师父？看每个人的不一样的，你一百个善应该有功德，一百个善至少有五六个功德。好，感恩师父。那他之前许愿放生求身体的是否也能算一件好事呢？可是他已经用来求了，求身体好了。你说呢？嗯，我没智慧。你说我觉得他你没他已经用掉了。用掉了还有不啦？没了呢。你花钱把一样东西卖用掉了之后，你说你还多么多钱啊？你比方说你有一万块钱你用掉了，你说你还有一万块啊？没了。好了。好了。感恩师傅。那师傅为师傅念大悲咒是一遍算一个善吗？大悲咒啊，可以的。对，为师傅念，他说一遍就算一个善。啊、你为师傅念，师傅其实都是回赠你们的呀。对的，对的，师傅一直都在加持我们。嗯，你们是对我好。举个简单例子，跟观世音菩萨，很多时候观世音菩萨，我帮你念大悲咒啊。可能不啦，菩萨要你大悲咒啊，你念了之后代表你这个佛心，你一念菩萨就会反馈给你，你帮师父念师父也是反馈给你的呀，就像你给人家送礼人家会不还不啦？嗯，听得懂不啦？比方说这个人家里条件很好的，你给人家送点礼物，人家还你更多呢，对不对啦？嗯、好了。对对。那师父如果就是师父你说过就是很多人为师父念，那师父不一定都接收得到，如果我们就是境界差很远，是这样的。那你接收不到，至少你念出来的大悲咒天地都能感应的呀。感应之后你就算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是对去祈祷对某一个人好，对不对呀？你比方说你对你母亲好，妈妈身体不好，你给她说请观音菩萨我给你多少经，那你想想看，一善解百灾不啦？你这是善念不啦？善念就解掉人家的灾了呀。虽然人家收不到，但是实际上人家能感应的呀，明白了吗？就算他收不到，我问你，天上护法菩萨收得到不啦？护法神收得到不啦？收得到，他们都知道。那么好了，那你这种心是不是会感动护法神啊？护法神众善奉行。他们有这种善事，他怎么不会帮你去做啊？好了。嗯，那师父，我为您念的大悲咒，您收到了吗？能感应一下？我不知道，我相信只要真心对人家好，人家都会有感应。听懂了吗？听得懂，听得懂。谢谢师父。师父，有个同修他寄快递，里面有佛书。我问你一句话，哎，你帮师父念这么多大悲咒，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师父啦？师父，你对我的加持可厉害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好了，就是不可思议。好了，知道了就好了，这还不叫、这还不叫收到啊？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师父，你还在我身体里注入了好多经文啊，菩萨的经文。知道嘛就好了。就叫你叫你这么多经文嘛，叫你以后好好度人的呀，不要整天发嗲。好的师傅。对师傅在改、还在改。师傅，有个同修他寄快递，里面有佛书，佛书里夹着两本经文，快递开电动车把书放在车底坐下车座底下开走了，同修问这个经书还能用吗？啊，没关系的。啊，没关系的。哎呦，包好他说他包好有红的不啦？没有红布，主要是没有红布。
哦，看吧，看吧，那到时候要念几遍礼佛呢？念几遍呢，师傅？再教你们一个方法，好吧？像这种事情啊，不要浪费佛书的话呢，弄一块干净的毛巾，小毛巾，方块的，然后呢，一边念礼佛，边上看着，一边拿这个手啊擦这个书，就干着擦了。听得懂吗？边念礼佛边擦。对，擦三遍，这书就干净了。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这样这个太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师傅，有个同修他梦中出现一个展字，就是那个展开的展，自己还跟着写了一遍，请师傅慈悲解梦。展开的展嘛，就是叫你出去渡人呀。发展的展呀，这还不懂啊？对对。明白了，明白。师傅，最后问一个问题，是有一个同修他花粉过敏特别严重，然后他的眼睛有液，他就想问他要怎么才能稍微的缓解一下他这个症状呢？因为他一直有在念经，也有许愿往生咒。他说还有什么？花粉啊，他如何？花粉过敏啊，对，花粉过敏要吃，除了吃药之后多念大悲咒呀。花粉过敏嘛，就是跟他过去人家说邪淫有关系的呀，沾花惹草呀。对对，很多人呢就是上辈子沾花惹草呀，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去看好了。有花粉过敏症的人，我告诉你，眼睛都很会动的。对，你师傅，师傅你说的很对，你以前也开示过他有邪淫，然后他眼珠子老转，就是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转得来可厉害了。有时候连鼻子都要抽两下。对，对的，对的。那师傅，他这个大悲咒属于是功课之外另外求的吗？对啊，你都可以啊，功课不做就求这个也可以的呀。好的，好的。先看看呀，先看看呀，看见异性马上眼睛就动了，先看看呀，哎。感恩师傅，师傅，我就让这位建哥哥的同修跟你说两句，他想让你加持一下他。感恩师傅，就两句。师傅您好。你好。对不起，感恩师傅开示。然后你乖一点呢，你乖一点呢，你小花粉过敏一直下去啊，你不要先嘎嘎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因为我花粉很厉害，就是眼睛鼻子都很明显，这方面对啊。对，这就是第一要改变，改变自己的免疫系统的呀。要吃一点维他命，维他命的要换的呀，我相信你维他命 D 啊 E 啊还有 B 六啊你都要吃的。好的好的好的，因为就是有针对这方面念小房子还有礼佛，然后还有我够的几千张小房子才会好呢。你想想看，你上辈子一辈子怎么眼睛眨巴眨巴看异性，你不觉得你上辈子是个男的？先哥哥，对不起，而且你的手啊，你的手以后晚年还会抽起来，经常会抽筋的，听得懂吗？对，师傅之前、就是、在梦里有说叫我要注意手、啊、要保养好，就是我这么看见了，看见了吧？为什么知道吗？啊，这个不但先看看手还乱碰乱摸人家，过去我都看见你的、个子嘛不高的，长得嘛鼻子蛮挺的，今世不知道鼻子挺不挺。上辈子鼻子蛮挺的一个男的，就是辈子很塌的。感恩师傅、啊，感恩师傅，师傅对不起，就是有一个最近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我给爸爸妈妈放生，然后爸爸妈妈就是妈妈跟我说他们还没有吃素，然后就是叫我放生，他们就是叫我不要给他们这样子放生，但是其实我想还是想要放生的，想要帮助他们就是佛缘早日成熟。但是因为妈妈已经直接这样子说了，我就有点纠结，这个放了还就是怎么样，还要不要应该坚持这样子放下去？哎呀，不要去理他呀！你要帮助别人，你还要去征得他的同意啊！对对对。你比方说，你想想看，一个人造孽他自己不知道的，很多人还说了我业障深重，你们不要理我了。你能不、你要帮他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很多人在医院里，医生啊，你不要救了，我没救了，对不对啊？但是医生总归要救他不啦？对
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感恩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们问题问完了，请最后加持我们两个人的弘法顺利。我们最近在做一些，请加持我们，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师傅再见。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